是不是国境的一个门？但小三通跟国际开放，所以小三通又不一样。怎样？当然是不一样。要防卫的时候我们也不一样，要开放的时候我们也不一样。你是一国两制吗？这小三通为什么他叫？我们小就这样说就不一样啊！你很扭曲，你不批评中国，批评自己的国家。不是，我不是批评，我在问你。你批评自己的国家，你不去批评中国。我是监督我自己的国家，我不会去监督中国共产党他那个政府。10月13号，国境全面解封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有没有全面解封？我们现昨天已经开放国境。对，好，开放国境。请问金门是不是国门的一环？金门的门是不是国境啊？我们有国境解封啊。我们金门有解封吗？小三通有给我们开放吗？小三通跟这个不一样。小三通又不一样。中国那边封哦。那这个来，大陆北京曾经公开说过他们是支持开放的。怎样来？你要我牺牲的时候，我说我跟你是一国，你说啊，我不划入领海，因为特别的关系，你们就我们用别的名字给你，你就要接受。好，我们也接受，我们也要国家在前线忍辱负重。好，因为特别的关系，今天我们要公平，国家每个门都开放了，国境都开放了，为什么金门就不能开放呢？我跟你不是同一国吗？喂，你扭曲了。什么扭曲？主委给你说明。喂，你先告诉我，我跟你是不是同一国？你讲小三通跟国境开放，小三通又跟国境开放不一样。小三通金门是不是国境？不对，你这讲法不对。金门是不是国境？特别延续这样，这整个我们看，你看中国哦，现在他你不要跟我讲中国，你讲中华民国。小三通金门是不是国门？是全世界最严的。你先不要讲中国，我先问你中华民国的事情。准移动哎。所以小三通就是管人家移不移动，我先问金门，我又没有问你厦门。我先问院长，金门是不是国门？我们很清楚，金门同样是我们国土。对，金门这个门是不是国境的一个门？但小三通跟国际开放，所以小三通又不一样。怎样？要防卫的时候我们也不一样，要开放的时候我们也不一样。你是一国两制吗？这样拼命吵，小朋友听不清楚。小朋友听得见吗？要不要问一下小朋友？你这小三通为什么他叫？我们小就这样说，就不一样啊。不一样。我们不是国门，我们跟你金门比较小的。那为什么名称要叫特别叫一个小三通？所以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小，我们比较小，是这样吗？我要不要问一下？我问一下现场金陵中小学的同学们，赞成小三通开放，可不可以举一下手啊？赞成小三通开放，可以举一下手吗？另一个，我跟你说，我问过了，金门这里有100个学生，有99个人都赞成了，还有金门百姓，你去问。中国那边的封城比什么都厉害啊！鲍伟，我想你很清楚。来，我要院长回答你跟。另外定一个两岸条例。就是因为跟对岸的特殊性嘛。喂，你不要回答，因为我已经问过你了，不要浪费我时间。小三通一样也是。院长，双方要有一个基本安排。譬如说，我现在举一个。你先暂停一下，不然他一直插嘴就要暂停哦。主委，我先跟你说，我在陆委会，在内政委会问过你说，小三通开不开，应该要院长来决定。你已经回答过我了，我都已经跟你讨论过，我跟你讨论过，跟卫福部讨论过，跟国安局讨论过，1、2、3，大概所有单位都讨论过。如果来，现在不是在你的手上了，怎么可以通呢？我要请问院长，因为你已经在内政委员会说这是院长的那个开案决定了。院长，我是想请问你，所有基本的措施都是陆委会跟相关的部委，你已经才有可能来报告政策。院长，这个陆委会在这个内政委会已经跟我说过了，所以我不需要他继续回答。我今天要问更上层的这个意见，我在里头就已经问过你了。我已经问过国安局陈明通，问过陆委会邱泰山，也问过卫部那时候陈时中部长，这些部会我全部，交通部也是，这些部会全部都乐观其成。那我们现在要问的是院长的意见，因为他才可以统领各部会嘛，各部会最后都说，还是要最高比较高层啊，也许要问到总统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既然问不到总统，我们先问到院长。苏院长，小三通是国境嘛，不过有一个小字啊，你说不一样了，我知道。你刚刚有说一个小字啊。它跟国际开放之外，还特别另立，让两岸之间这个能够方便。但是因为中国的疫情，以及中国本身对防疫的做法，跟世界都不一样的。它的封城，以及它现在的疫情情况都不一样。现在连中国自己都还进。所以，那为什么现在厦门？来来来。
中国连自己都禁止移动，哎，好，你自己看看中国内部情形。你说完了，所以我们对于小山东要考量中国的疫情、中国的防疫措施、中国的疫情、中国防疫措施、两岸之间的关系，好，这都要考量。好，那厦门，你知道小山东是本来就是一个特别的，哦，特别说厦门是小山东，厦门到金门嘛，哈，以金门来讲，哈，好，那照你这样子讲。那厦门到台北，你怎么就不考虑这一些？厦门有飞台北，现在正在飞哦。小山东是船呐、啊，这两个。我知道船，船台更慢呐、啊，船台更慢。第二个我要跟委员报告。邱泰山主委，请你回座，我要问朱院长来。来，院长，你刚说的这些，厦门也飞台北啊，你就不用考虑厦门飞台北的什么疫情、中共的清零、中共的动态，什么都不用考虑。当他走到金门的时候，因为他是船，所以要考虑是吗？或因为它是金门比较小，所以要另外考虑吗？欸、你刚说的这每一件事情，厦门，你刚刚说的每一件事情，厦门飞台北都会遇到哦。你自己把金门要没有没有，我没有，我身为金门的我很骄傲。我想请问你为什么？我们都不知道答案。很小，因为我们非常清楚中国的疫情，以及中国政府对它疫情的防疫措施是，所以为什么厦门可以飞台北？世界各国都不一样。为什么厦门可以飞台北？都不一样。为什么厦门可以飞台北？我们都很。为什么金门厦门不可以走？金门可以飞台北？因为那是船，而且要直接。所以船跟飞机不一样，是这样子。不一样，报告委，我所以来，所以船跟飞机不一样。我们所有的海关防疫，还有入境跟安全的人员，我们665个在金门都还是待命，但是对岸已经解散了。那个对岸的机制如果没有建立好，你们怎么这么关心对岸有怎么样？我们只关心我们国家的政策，我们国家的执行力。如果没有准备好，我们怎么可以把我们的人送过去？你的意思是说大陆还没有准备好？对，因为他的人员都已经解散了，我们的665个还在。委员，你这扭曲。你的意思是说大陆还没有准备好，所以不开放是吗？来来，没关系，你告诉我答案就好了。委员，这个是其中之一嘛？你很扭曲。你不批评中国，批评自己的国家。不是，我不是批评，我在问你。你批评自己的国家，你不去批评中国。我是监督我自己的国家，我不会去监督中国共产党，他那个政府跟我没有关系啊。我们这边的机制，我能监督的是你啊。那你听我。大陆的疫情怎么样？大陆的有没有准备好人？我关心的是我们自己。来，我们 CIQS 都告诉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喂，你听，小山东两边哦有机制在。我们的机制现在都还保完整哦，是中国把自己的机制都撤掉了哦，那所以你现在是说那怎么通？所以你现在我已经讲了这个基本上，所以因为大家要先把相关的机制沟通清楚。所以你现在是说，因为中共的不作为，中国大陆的不作为，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通嘛？他不是不作为，没关系，把它撤掉了。好，所以是因为大陆不好，所以我们没有做好，所以我们不跟他通。你的意思是这样？没关系，你讲清楚就好了。他自己把那边撤掉了。所以只要大陆以后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我们自己这边的准备，我们的自主决定，所以我们的决定都被大陆牵着走。如果大陆永远都不配合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被他牵着走就对了。你又扭曲了。我们是自主的国家。你又扭曲了。两边要通，他那边把它关起来，怎么通？啊！如果你宣布开放大陆，如果大陆已经多次，大陆已经多次在国台办说他们要开放，希望开放，公开说的，你没有幕僚帮你准备，没有机制，台办的记者会你都没有在听啊。我们不是听记者会的，大家都很清楚。所以来，院长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都很清楚了。反正我得到的感想就是，你觉得那个陆委会事实上上次已经跟我们讲过年嘛，是不是？过年呐、啊，过年要通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跟金门县政府也好，金门地区的人民也好，我们已经准备各项的机制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变化，就像委员的主任，委员的主任跟县长也有到我办公室，我也据实跟大家报告过了啊。那每一次大家的准备够不够？我想这个才是金门人民关键的重点。站在你们没有把我们划在领海哈，站在要开放的时候，所有的国境都开放，我们金门却没有被开放。你这是扭曲，这是事实，这个没有扭曲，绝对。但是我也不怪你哈，没有院长，我也不怪你，来，你都乱做结论。这个是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嘛，现在小弄就是没有开放，我们领海就没被划进去。脑力耗尽需要睡眠。睡前30分钟来包梦梦水，放松心情，舒缓焦虑，帮助睡眠，让你睡得好，精神就好。充饱电再出发，辣气的推荐代码 CPI 567，还有主播出任务 CPI 444。